锈蚀严重，精心修复，宝物再现真身。难以技术细致查看，五铢钱隐含着的文化信息令人惊诧。探索发现即将播出《2020考古进行时》第四季《海昏侯大墓考古发掘现场11》。江西南昌海昏侯大墓，墓中出土了200多万锭五铢钱。为了文物的安全，五铢钱被整体装箱运进了大墓不远处的文物保护用房。打开木箱，五铢钱的位置关系并未因搬运产生错乱。铜钱间金线长方形木条，细细查看，木条上的墨书文字透露出2000年前的隐秘。海昏，这应该是猴子。探究五铢钱，重大发现接连不断。修复车马具，文保人员妙手回春，泥疙瘩变成了亮丽的宝物。挡在马首的当炉，镶金嵌银，纹饰怪异，显现着古代先民天马行空的狂傲与不羁。海昏侯大墓不远处的文物保护用房，功能齐全，规模宏大。考古人员正在对钱币套箱进行180度上下翻转，以便将椁底板取走。哎呀，那基本上没有，基本上几个，就俩，你看，就沾了俩，相当好。基本上还算不错啊。它这底下也垫了灯箱，李老师。底下有席，有席，铺上席子。跟他原来的背景一样。原来的背景一样。这我不让他。慢点吧。就现在这么立着也行。这儿这儿。还给他放平了吧，来。先把他放倒。等一会儿。对，让着，来。鱼追手，哎，这好宽的，好。那边再排把三块木头都排到那儿去。我们对它进行了一个180度的一个翻转。哎，我们首先咱从底部，因为它保存的呀，底部的就原始状态，保存的完完整整的，是原来的这个摆放或码放的这么一种状态。揭去厚重的椁板。五铢钱之间的位置关系并未因装箱和运输产生错乱，这些五铢钱隐含着的是怎样的文化信息呢？说到运输和装箱，这些五铢钱现身于刘贺墓的钱库，现场粗略统计，总数在200万枚左右，按照西汉时期的币值，相当于50千克黄金。为了文物的安全，也为了最大化的获取文化信息，五铢钱被整体装箱运进了考古实验室。
席子是铺在果底板上的，朽毁严重，小心提取。考古人员在提取席子时有了新的发现，它可能就是字儿，就是往上这个底下，就是它那个不是封泥吗？封泥上不得印一个那个吗？这可能是字儿。果然，将席子残片提走之后，惊现文字。篆书，看着这是篆书吗？可能是个义字。哪个义？就是昌邑的邑，这个不知道是不是昌字，但这个你仔细看，它这弯过来，有这个一横是吧？这底下再有这个的，这个这斜着嘛，这可能是个。它有两个字的是吧？印字，对，上面应该还有两个字。哦。这不是四个字应该是，有个扣在底下，系好了以后，把这个封泥压上，压上去以后用它那个印，就相当于现在盖个戳。现在确定呢，应该是有两个，一个是邑字，一个是印。上半部分，邑字之上有可能是个昌字，就是结合它这个，可能是昌邑。昌邑什么？这个现在已经被平了，看不到。这个是个印字，应该是个印字。这个印泥基本上周围已经到这儿，但是它整个这个。是铜印或者是某个那个戳印的那个面儿，比周围还要小一点。对，也小一点。你看，它这边在这儿。昌邑什么印是吧？可能是那个它印的大小就是边儿。就这边能不能再去去不能？应该比较整齐一点的。这个不能再去，这个就是原来的。昌邑这个字已经没了，这个彻底看不见。对，可能烂了都已经。这就证明他这个钱还都是从山东拉过来的。要想搞清楚封泥上的文字到底是什么字，只有继续清理，找到保存更为完好的封泥匣。这块木头，你得把它想办法给它拿出来。拿出来就把这层取掉。这块你得拿掉。对，你把这一串。这样就不完整的去，只能不完整的去，因为它往下走了。这串你往。把它放在这儿，把它取出来，还放在这儿。那么中间咱这个空间呢，填点儿，弄点土啊泥也得填在这儿。这个不拆的话，这个根本取不出来。有那个木头板子呀，什么那边也有，是吧？这两个上肯定也有印。这弄掉，看有多少克，多少块的木头。咱找完了以后，这个咱需要不从哪儿挑一挑，把木头给拿出来。视死如是生，刘贺在另一个世界的用度数量巨大，但十分规整，成串成排，看得出来当初马放他们的人极具耐心，极其负责任。而也正是先辈们的细心，大量的文化信息才得以完好无出地存留下来。数量如此之大的五铢钱，他们是怎么串联起来的呢？考古人员发现，串联钱币的穿绳保存完好，通过仔细梳理这些穿绳，说不定可以找到五铢钱的串联方式。我们发现这个钱币的，就是每一个串一串在之间呢形成一个扣，这个扣呢分出两根线出来，就像这个示意一下，这两根线出来，从这个扣之间的话，从到这一块，基本上是有100枚铜钱，而这根线呢也是100枚铜钱，在这个200枚铜钱的之间呢，这块又形成一个扣，这个扣呢，然后分出来又是两根线，这两根线又是各穿100枚，又是组成一个200枚钱。仔细清理过后，又有几枚封泥匣露了出来。封泥匣赋予简牍或财货，是保护玺印封泥的装置，多为长方形木质，
截面呈凹形，以便填色封泥，避免运送过程中封泥受到不必要的损坏。大约在秦代出现，汉晋时较为常见。什么呀？你昨天照的那个就是，你刚才说照了这个是，这是一个压的痕迹是什么？这是字儿啊。我看看，这还能有字吗？哦哦哦。这块原来是压的，对，就那这样的字儿，那刚刚弄出来了，正好一起。字，应该是什么？现在目前看，应该是还是墨书。墨书的这一个，这一个。下边还有。这应该是我。这边有。再往下就不知道，这个是原来这一个。几枚封泥匣上均隐现着墨书的文字，封泥匣上写的会是什么字？一旦读懂，对破解汉代货币存储的基本单位等信息将有积极的意义。封泥匣上究竟写着什么字？考古人员找来带红外功能的照相机，红外镜头下的这枚封泥匣墨书尽显。哇，你看多清楚。哇，看哦，哎呀，你看这字儿，哇，这五千，你看这一排把它放大了，这一排这字全就全认出来了。对，很清楚。侯昏昏海，这是海，海没了，海是在上面，在上面断了那段。断了，这是昏再往下走，再往下挪一挪，底下这个是侯，不太清。这家家很清。家这个是家，对。就钱也不太清。钱也不太清楚。五千。就千清楚，五千清楚。五千。另一枚封泥匣。啊，小字，这个小字清楚，这个小字太清楚了。这是什么呀？枝啊。所以这个要，这个我就不认识了。你这张小字，这张小字要应该再怎么把它再倒下来？主将再发给我，我就要看清楚这些小字。这些小字是什么？这个小字很重要，关键作用的。对。考古人员查看了几枚提取出来的封泥匣，上面的墨书几乎一样，都是海昏侯加钱五千。这个断了，应该按这个分布的话，应该这还有一根，刚好五根。现在是非常明确的，这四个扣。一二三四。对，那边这里应该还是有一根，掉了。那刚好有一个空哈。它这个位置。同学，这边位置，这边再翻过来看看。要对应呢。这边是不太明显。这边也这掉了，这掉了。比如说，它要正好五扣，五个扣，一扣正好一千，它就是说就五千的钱。只要我们算到几根，这个几根，就能算出它的就算出它这个是死的，一个数量是五千，它写的是五千。如果是五根绳的痕迹在这里，那就是一串一千。稍微轻一轻一下，看看这个就是啊。对，最明显的是就是如果哪个就是这个，这个还有字儿，封泥。就这个封泥。这是封泥，这个要拍下来啊。这封泥啊，这还好不容易留了封泥啊，这上面还有封泥，还残存有封泥啊，封泥。对，我们不是在数钱吗，李老师？我们是在数钱，数钱是我们的一种计数的方法。但是，通过这个上面的文字，他写了五千，我发现呀，他有多少串，我基本上就可以跟我们数的钱的数量啊，就可以对应了。这个可能还不要去清这个，因为这个还保留有封泥，不要去动它。先清理一些。封泥上一共有四个字，其中三个字都被辨认得出来，剩下的那个是什么字？这个上面是两个字“苍蝇”，这个下面是个“蝇”字，是不是？苍蝇那个这边就少了，不知道是什么。什么这是“蝇”。蝇。蝇没问题。
那是印，这个也是印。这个是印，对。但是那个上面肯定不是王。不是王。不是王，很简单，就两横一竖，三横一竖。对，好，再看一个其他的。你把这块土能不能去掉啊？哎，把那字儿可能就显现的更全面了，而且这一去，这两个有个上下，知道它印多大了。哎，对，就这一块发黑一点的这个，再往简单再往上，清掉。经过小心清理，文字全部显现出来。昌邑，邑字非常令印，昌邑令印，昌邑令印。散落下来的五铢钱都要被一一记录，十枚五铢钱重39.83克，每枚的重量将近4克，直径25毫米左右。以清查过的数量众多的五铢钱来看，刘贺墓里的这些货币做工精湛。细细比较，相互间存在着细微的差别。另一间实验室，查看五铢钱必须极具耐心。眼前这些盒子盛放的五铢钱，足有几十万枚。这都是旧的。这都是旧的，哎，对，我挑好的旧的，对，那全是旧的，那这个全是旧的，那就不用说。刚才是四个角有卷纹，对对对，这个不是，这个它下边有一个短盘，有一个短盘，这个这里边它都是分出来的，剩下新的这个。四铢钱多吗？都有一个短盘吗？嗯，对对对，这个是一种，这是另外一种。它上边再一看，它也。它铸造时候上面有横杠，所以就是。它不同时期铸造的，或是哪个版本铸造的，它的一个记号。啊，就在平均平均是0.64克。还有很多记号，不同的。这是我分出的100多种三千两百。这就是丝铸钱，铸造水平特别差，然后重量又特别轻。跟这个三官钱跟赤色钱相比的话，质量差，重量轻。这几枚铜钱缺斤短两，做工粗糙，应该是丝铸钱。海昏侯墓考古实验室，考古人员对钱币套箱进行180度上下翻转，以便取走薄底板。五铢钱之间的位置关系，并未因装箱和运输产生错乱。考古人员将席子残片提走之后，发现了一枚风泥匣，风泥上金线文字。经过仔细辨认，风泥上的文字是昌邑令印。随后，考古人员在风泥匣上发现了隐约的墨书字迹。通过红外相机拍摄，墨书尽显：海昏侯加钱5000。散落下来的五铢钱都要被一一记录。考古人员仔细为五铢钱称重测量，细细比较，钱币相互间存在着细微的差别。挑出来的错版五铢钱，就是他雕的时候把字给雕反了。你看他的这个珠字是反着的，居然还有错版。补了1年多，快2年，很珍贵。数了多少啊？数了30多万，不到40万。耗时近2年，考古人员查看了将近40万枚五铢钱，分出了近200种版本。素面五铢钱，
穿上横，穿下横，穿上心，穿下心，绝纹。海昏侯墓出土的数量如此之多的五铢钱，为西汉早期五铢钱种类的划分与分期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王浩天，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文保专家，海昏侯墓车马坑出土的车马具保护修复项目负责人。由于疫情的影响，对海昏侯墓车马坑出土的车马具的修复工作比原定计划有所推迟，为了能够在2020年内完成对车马具的修复，王浩天索性将团队拉到了海昏侯墓文保实验室。海昏侯墓旁边的车马坑，五辆车，20匹马，这是考古发掘首次在长江以南发现实木车马陪葬。考古人员将车马坑南边一角的一小片区域整取，发掘出土了上千件金银和青铜车马具。破损严重，这些待修的当炉修复完成以后会是怎样的呢？盖不破，它随时可以去掉的，咱们这都可以可逆性的，不是说咱们弄上以后呢它就死的了。上来了，这里边等于是查口不明确，对，会错一点位，就是它可能因为断茶受到这个腐蚀了。这个它肯定是它上面的问题，就是你肯定有一个地方能稍微连上了，就是按照它那个纹路那个能对得上纹路的就行了，还要给它加上。按照花纹这样，对，按照花纹你能跟它对上，能接上它来，这就行了。也行，这个就那就因为这样定下来以后，他们工作起来好。哎，对对，要不然你没一个标准，要不然没个标准，对，没有标准都不知道怎么下手了。1205，79年，拿这两个，拿这两个再拿仨，拿个两个，我承认，一个一个。来吧，就他。574-1172。破碎的当炉摆了满满一桌，文保人员根据自己的技术特点挑选相应的亟待修复的当炉。这是先前修复好的当炉，这件当炉镶金嵌银，纹饰飘逸，蛟龙中间是一个玉龙的掌翅神人，猛虎昂首翘尾，朱雀游弋于龙尾，蛇缠着龟，玄武的化身，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俱全。啊，这都是。对，这些是这一件。这一件特别好，这两件特别好。这两件，就是它有这个纹饰上面颜色的差异，而且这一件是整个是一件银的，是一个银当炉。这件就特别好。这批当炉工艺、形制、大小都不一样。这两个其实纹饰细节是一样的，但是它就刚好错开了。这个是纹饰里头是银的，外面是金的；这个是纹饰里头是金的，外面是银的。就它大概能分几类。但是这批都酥得很厉害，所以好多我们做的时候都得在后面加倍秤，要不然全碎了，吃不出劲。矿化得很厉害，这件纹饰是比较好看的，一只玄龟应该叫，一只玄龟，一只凤鸟，两条蛟龙，这里又是一只凤鸟，蛟龙上来，这里是一只凤鸟，这是它的那个羽冠，中间还有一个那个宝珠，特别好看。就这两件是风格是类似的，这一件就是凤鸟头这里缺了几个残片，
修复之前的都被表面的土锈还有青铜锈，而且它因为有大量的铁漆一起，它表面有很厚的一层锈结壳，一开始都看不出来是鎏金银的，是我们试着拿化学的方法把表面的锈去掉了之后，发现有特别精美的特别好的纹饰，修复之前都是这个样子的。为当炉除锈，文保人员通常采用的办法是先施以化学药剂去除器物的锈蚀，然后以机械手段一点一点地剔除锈斑。能够持稳这小小的钻头需要多年的历练。我这个当炉画风非常的后现代，看这两条龙张嘴，这是龙张开的嘴巴，嘴你看里面龙的牙齿，这是眼睛，鼻子上面这个须，看舌头，舌头是你看一个大舌头伸出来，哎，这一条龙，这一条龙是吧？两条龙，对啊，这件鼻子更大，你看这个鼻子，眼睛又是圆圆，你看圆圆的，这两条龙在张嘴，哎，丑萌丑萌的，对啊，丑萌派。这是专门就是两条龙，没有那个，没有缝，也没有其他的，没有其他的龟啊什么的。对，这很抽象，对，简洁，所以它的这个当炉哎，各种各样的。对，当炉有画风特别好的，很富有想象力。哎，海昏侯墓车马坑中出土的几十面当炉，个个做工精湛，古人的想象力如天马行空。完全没修的都长这样，都跟泥块一样，就这一个，这一件，这一件真修出来了，到对面去就一会儿看一下这一件修出来是个什么样子。就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个鸡爪子一样的那个修出来是这样的，它那个三叉的部分是满鎏金的，这个还不够好看，更好看的在杨威那里。修复之前像沾满了淤泥的树杈，修复之后金光乍现，样貌大变，简直判若两物。这环节呢主要就是时间可能会比较久，就是你需要耐心的去处理，根据不同的这个锈蚀状况来使用不同的试剂，然后达到最好的效果，然后通过处理之后，然后再进行加固，鎏金层的这个情况就会得到很好的改善。这件做的时间就比较长，做了十几天的时间才会达到这种效果。耗时近两年，考古人员查看了将近40万枚五铢钱，分出了近200种版本。海昏侯墓出土的五铢钱，为西汉早期五铢钱种类的划分与分析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另一间实验室，文保人员正在修复出土于海昏侯墓车马坑的车马具。破碎的当炉摆了满满一桌，文保人员根据自己的技术特点挑选相应的亟待修复的当炉。为当炉除锈，先施以化学药剂去除器物的锈蚀，然后以机械手段一点一点地剔除锈斑。海昏侯墓车马坑中出土的几十面当炉，个个做工精湛，
修复之前像沾满了淤泥的树杈，修复之后金光乍现，样貌大变，简直判若两物。为文物除锈，按部就班，稳扎稳打。这个现在你们原来叫三叉器。三叉器，到目前来说，我们当时取的名就把它叫三叉器，肯定也是一种马具。现在目前呢，是用在哪个上面呢？还真的搞不清楚。这是一个完整的。这是一个完整的啊。对，你看，就修复完了的啊。对。这一件。这里三件。而且这大大小小。他头上有一个这个。对啊，这个可以转动的。现在锈死。这锈死了嘛？可以转的。本来是肯定是可以转的，而且大小尺寸不一样。大的中小，对，尺寸不一样，对，粗细也都不一样，长短也不一样，长短这个长，这个长，这个特别短，它是立是能立起来的，立一下，立是能立起来的，立起来是稳的，立起来是稳的，这个是现在这个放在盒子里，所以立不住了，立是能立起来的，所以我们是用了考古学上最逼真的说法，就是三叉器。但是干什么用的还真的要那个。三叉器只是一个以形命名。对，用了考古学的直观的这种命名方法。霍老师说是马车上的。车上的。车器。还不属于马具。我们也只是猜。对。至少是这个是可以转动的嘛。马都是拴的嘛。对。但是这个可以转动，应该的带轴的应该是用在车子上面的。根据考古学的命名方法，这类器物被形象地称作三叉器。不过，三叉器究竟是干什么用的？也许，完成了海昏侯墓车马坑随葬器物的修复，这个谜题便会迎刃而解了。这些铁器我们做之前都拍了探伤片里就看到是表面其实是有错金银的纹饰的。然后我们也是先拿化学方法把铁锈软化了之后，很小心的拿机械的方法一点一点磨掉了之后，就看到表面特别好的特别精细的那个错金银。考古海昏侯不缺新发现，修复之前文保人员接手的几乎都是这样的泥球泥棒。文保人员是怎么将这些包裹着锈斑的器物甄检出来并进行修复的呢？锈斑加深，乍看上去不值一文，但经文保人员的妙手回春，文物渐现了真容。最好的是这一件，上面是铁的，下面一节是铜，但是整体都是满的错金银。这样看一眼底下，底下也很漂亮。还有这一件，修之前都跟那边那个土疙瘩一样，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些因为铁锈腐蚀的过程中它会有一个膨大，所以它其实是已经变形了，这里是膨出来的。我们是根据纹饰，根据错金银的纹饰的留存把它这个形保留下来，但这里不是它的原始的外形了。这项工作呢就是比较细致，不能着急，而且要细心，你才能达到这种效果。当时这个工匠这手很巧的，对呀，太棒了，好漂亮啊，真的好漂亮。我们原来刚刚挖出来都是泥巴，都是锈在上面，根本看不清这上面的纹饰。你看这个纹饰多错金银的纹饰多漂亮啊！真错银的，这边错金的，而且这是铁，对，这边是铁，铁上怎么错上去的？这还是一个谜啊！可想而知当时的手工艺的水平呢。这几件，那是件什么呀？这个马嚼，就是马咬在嘴巴里的，跟马衔配套用的，就是这个是扎马嘴的，对，扎马嘴的这两节是扎马嘴的铜的，其他部分是铁的。都有错金银，这个也是做到一半的，我们还要接下来还要再做粘接分护。
修复文物是个磨性子的细活，只有静心和耐心，手头的活才能做得漂亮。这两件器物锈蚀在了一起，文保人员小心将这两件器物分离开来。这两个腿？对，光腿跟尾巴，翅膀的还没。那一节翅膀，这节是翅膀吧？这应该是尾巴。头？对，头对。头，脚，尾巴，这个是。啊，这个是对，这个是。这个探伤片很清楚，鸟腿、羽冠、翅膀。还是个珍珠鸡，对，珍珠鸡，对，一点一点，哎，倒是比肉眼看得清楚得多。嗯，对，那就是这样子的。身上的斑点能看清。那是头，那是羽冠，这个是羽冠，这个是翅膀。对对，这翅。它没有尾巴，哦，它尾巴在这边，这一条卷上来的是它的。这上边也是。一圈。散布的周围一圈。啊，头、翅膀、足，然后这边散一圈的尾羽和那个羽冠。对。好看，这边是头，这个是身躯，这个是翅膀，一节一丝一丝一虚一虚的，下面两条腿，这一节后面掉了的是尾羽，前面探伤可以看出来，前面还有羽冠，然后它还一圈的尾羽绕过来，这一整个一圈的满的尾羽。背面呢？背面是，这是一个节约，所以背面本来有，应该是两个环，但是现在断了。同胎的，也很漂亮，特别可爱。这上午那小把同胎的，现在出一下锈，洗一下上面的化学药品，冲洗一下就行。这点锈可以再去一去，这一块这一块，像这些铁锈也可以再去一去，在金子上面的锈层就可以往下去一去。如果说这底下没有金，就不能去了。节约是一种马具，使皮条之间相互连接的小配件。这件节约体量不大，却满是玄妙。错金的纹饰灵动飘逸，动感强烈。对海昏侯墓的考古发掘虽然告一段落，但揭秘海昏侯大墓的工作远未完结。车马具的修复紧锣密鼓，古珠前的探究按部就班，与此同时，对漆器的影像记录以及对青铜剑和铁剑的金属探测等大量的研究和修复工作也在紧张有序地进行着。借助遗物对话古人，考古海昏侯，海量的文化信息亟待破解。